感谢干爹 Shopee 鼎力赞助，让本节目可以撑得住，哈哈。好，我是你们最爱的女神。今天我跟你们讲，我看到一个很搞笑的报道，就是这个一分钟大笑等于四十五分钟运动。我呸，根本没有可能。你们看我就知道了。像我一个这么有专业精神的 YouTuber， 我就来实验给你们看，这个新闻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先。一整天我就笑给你们看。如果我没有说啊，我已经找到这个写新闻的人出来，巴他两巴给他写，这种新闻都敢写出来。那还没开始之前呢，我先称我的体重给你们看先。那我现在先量体重给你们看先 ，OK？ 不要讲我骗你们啊，80.1，是因为我还没有去化妆、上厕所、大便那些先。等下我要出门之前，我弄好好一切，它会变80。OK，Let's go。O2O 双头二合一口红，一边是口红，一边是唇釉，拥有丝绒般的触感，质地丝滑，用了也可以跟我一样变女神哦。嗨，hey， 大家，我化好妆了，美吗？是不是完美？你们看我的口红 ，Let's go！ 各位，我要出门了。OK， guys， 笑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，只要你一开始笑是吧，你就很难停下来。OK， 今天就保持这个节奏就对了，用我的生命在笑。李婉婷，你很大声呢，很丢脸呢，哇啦！我平时也是这样的。你不要这样啊！可以看看，我不是讲我要带他去买东西哦，可是哦，我其实今天要找一个时间哦，是要偷用他的信用卡的，所以我们找一下他的信用卡。什么什么？我先把信用卡收着，然后我今天一整天都在花他的钱。选得很开心，还不懂我是一直在刷我的卡。李婉婷，我给你看一个东西。我回收了，我今天玩得很开心，然后还笑了一整天，看到吗各位，虽然我觉得很丢脸，一整天在那边笑笑笑笑笑，可是我为了验证这个报道的真实性，我还是付出了很多努力的。我才努力呢。各位观众，我回到家了，现在我就要拍给你们看我自己的体重到底是真还是减。什么？我给你们看。
海边区81亿啊！什么鬼来的这个？哇哦！观众朋友们，你们以后真的是有看到什么那种减肥的报道，你们先send给我看先，我帮你们做实验先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？怎么我会变肥掉？而且我很累耶，我今天笑到很累，很累那种哎。你们这种写新闻的人，一定啊是下地狱这样子骗的。好了。我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，到很突然，很符合我的风格嘞，就是这样啊。如果你们今天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啊，在 Shopee App 投我一票啊，看我啊，看我啊，不可能我的脸这么大，你们看不出是我的啊。还要记得去 follow 我的 Instagram， 还有我的这个 YouTube 啊，选我就好了，我要红，我要红，爱你们，哇，拜。Oh my dear， 你的脸都真的要保养一下，哇，出刀，好像真的有点干哎。你的头发很像杂草，有马来，你把你头发吃掉了。点嘛，吃吃啊，不要讲这样多话嘞。你要吃少一点呐、啊，再吃下去也就没有男朋友的啦。哇，你的嘴巴真是很厉害哦。你们不要这样啦，一人让一步。不是，我是讲他嘴巴上面的口红很厉害。O2O 双头二合一口红，一边是口红，一边是唇釉，哑光滋润款，质地丝滑，丝绒般的触感，易上色，显色好，防水不脱妆，有12种颜色可以选，是 Shopee 最受欢迎的口红之一。啊，你看这个颜色，哎呀，美丽你的口红。要笑到很好笑，真的很难，因为它是一个从早笑到晚的影片嘛，你其实笑到中间的时候，你自己都觉得很尴尬，知道吗？可是你还是要很努力去炒嗨那个气氛。要不要拿住梁姐，梁姐，可能是这个嘞，你丢掉还是八十亿？这就是我觉得很多 content creator 会面对的一个问题，你要得到大家的认可，找到共鸣。那笑声是他的共鸣，可是这支影片的难度性非常大，一面笑一面吃啊。OK， 对，所以你就切得很清楚。啊，走啊走，我们一面笑一面吃啊。那我一直跟他讲说，他笑得不自然，他笑得很假，他笑得很假。就是如果不自然，真的，然后做自然一点。你没有故意大笑的时候，你就要显出你的 personality 了。不然你看还是很主持啊。OK， 我们接着。OK， 好。我们身为幕后推手，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要跟他们讲真话。可是他一直不知道我是什么意思，我就叫他去 mon 看自己的演出，他完全就知道我的意思是什么，他马上当场落泪。你看了自己的影片，你哭？哎呦！你觉得你做不好？其实我看到的时候我是很心酸的，因为我也是做搞笑的。可是其实要让人家笑，比让人家哭还难，因为那个压力太大了。我真的很了解他的难处。要做 YouTuber 这样容易？你以为要做搞笑演员这样容易？你以为要弄你笑这样容易？要弄你笑一分钟，我们要哭一天，多辛苦！我真的觉得这个影片我是拿来作死自己的。本来我离冠军不远，现在我觉得我在16强就要被淘汰了。可是我希望你们还是投我一票。